开始。 同样哦，开前框，收轴，出手的时候手不要翻过去，把轴往里面收。 手往里面拐哦，手往外面出，手不要翻过去。开前框。 收轴，转的时候开胯啊，转的时候开胯，出手的时候含胸。 出手单后腿，单后脚，脚和手对上。收轴的时候肩和胯对上，胯往上提，肩往下沉。转轴转腰的时候，肘与膝对上。 一样的啊，收的时候开胯，出手，头一直保持在45度方向。 胯和丹田转起来啊，收轴是开前胯，手保持方向不要翻，肩与胯和，肘与膝和，手与脚和。 把这三对要。
去的。收肘就是收肘。对。出手的时候这个不要出，挡住这里，手拉出来的。注意看，出手的时候，这个收肘，收肘把手定住这个方向，一条线在这里，把手定住，肘是往这里收，而不是这样去的，啊，转到这里，好，身体下，往下走，因为堵住了，走不了了，出手，好，出手的时候保持身体不要动，这个手。旋转出去的，它不是这样出来的啊。肘不能出来，一定不要出去，也不要同时出，它就是手旋转出去的。在手旋转的同时，这个肩是往后走的，肩不是跟着去的，不是这样去的啊。肩是往后走，丹田收。没话。反身是这样，整个这个部位在转，把胯配上，把胯动上，只是这个前膝盖要定住，不要动就行了。预备，开始。产出清楚点啊，产出清楚一点，不要混在一起啊。后脚跟踮起啊，拉回来落脚跟，两个量次，慢一点，搂膝桡步，上步的时候一定要稳，身体重正，平移啊，以中心支持，开始。
开始。预备，开始。速度啊！包括收视的那一下，预备，开始。开始。
开始。每一个步骤之后就把筷要撑开，准备开始。